今天公司的同事朱瘾犯了，给他们做一个新疆炒米粉。来，我们投个票，新疆炒米粉你们吃微辣还是爆辣？微辣。那我们这样，两盒微辣，两盒爆辣，炒在一起。我今天用的是家家辉的新疆炒米粉。先给他们做一个解辣的椰汁芋圆，直接倒进去煮一下，再把这个米粉泡一下。他们家的米粉不需要煮，特别方便，拿热水泡个五分钟就行了。先把它捞出来，放凉水里面扔到去，切点青菜来备用。明姐，帮我拿一下我昨天买的牛肉。昨天牛肉不是吃完了吗？那帮我拿一下鸡蛋。没有肉，只有炒个鸡蛋的。起锅烧油，直接给它倒下去。等一下炒到米粉里面。哎呀，拿一个种大锅来炒。大锅炒起香，加一点点底油，先把青菜炒一下，再把这个酱包给它放进去。天，这味道哪个遭得住？我的妈，太香了吧！加一点点水，泡好的米粉倒进去。天，这四包应该够他们吃了。再把鸡蛋一下倒进去。明姐，切点香菜嘛，弄点香菜好看的。加一点香菜进去。孟非，快点来看一下像不像你们新疆的粉。我刚才里面就闻到香味了。准备碗吧，你们把刚刚煮好的芋圆，椰汁芋圆，直接把这椰子给它倒进去。吃饭了，赶紧来吃饭了。天，来，我没怎么吃过，小九是完全一个受不了。我吃哪？好吃吗？好吃。张嘴，这个饼应该挺绝的吧？来一个。新疆人有新疆人自己的坚持。真的好吃，炒少了是吧？炒少了，真的少了。哇，再炫一口。快点说一句，哦吼耶耶，新疆炒米粉真的很厉害。